了，有我在呢。好吧，那么，好吧，我们开始第三关。We'd be nothing but barbecue dog food. And personally, I'd like to keep my ass intact. 奈何呀，好萌。Shut it, Leonard. Hey, can we go? I'm feel scummed waiting you to stop playing me a fanny. So come on, you fucking let's pike the fucking engine off the country. We can go off this fucking island. Fuck. Fuck. 伤到自己了，这家伙。这，他精神方面有问题。我这不是骂的，这是那个什么设定啊？这是玉璧的设定是吗？我一直没关注这个多人模式。出了个小意外，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打着爽的游戏。我选镜的时候，我好像把镜选错了，现在是 ACO 这镜。A cog， 那 A cog 就用 A cog 吧。A K 用 A K 用这个镜，我给你们打眼神。陆峰要潜入，我们来看陆峰的潜入。哎呦，他怎么走了？呵呵，好了，正常打吧。我果然不适合潜入流，往前冲，拿着爆炸物往前冲才是我的本体。好难用 ，RPG 前面，小心，小心，小心，闪闪应该是，小心。在山上就给它标记出来，找不到，我来找，我来找，去那现在啊，看到 ，Here it is， I have reload， suck it up， no sweat。像我这种带错枪的，估计天下没有第二个了。有子弹吗？啊 ，checkpoint。像我这种满级，不是像我这种枪满级就不带的人，那天下估计也没第二个了。是二三三，不是咱们要挤着挤着这个子弹，咱们要挤着这个门进房间是弄哪样？一刀！我表示我一直在助攻，是到哪样？我那我 ，just try， 那我试试。海边，海边，海边。OK，RIP。不是那么好用。其实从海边来，不是，其实从这边那个海边那边来，我挺喜欢他们离那个隐身表演。Reloading。Let's do this。More ammunition。还有别的理由？引擎是那边那个东西，不是这辆车啊。这个车他们随便轰一。这个引擎很危险的。I am reloading。在保护引擎，我在保护引擎。嗯，我也过去吧，我也是。这不用，不用着急保护。哦，是。这关他们那个人来的位置很偏。后面来人了，后面来人了。其实吧，每次打最后一关应该带地雷的，但是我这个组合我就忘了。没有油了吗？难道还有油啊？马上就要没有了。啊，没有油了。
怎么办？去哪？啊，看到了，地图上有一个黄圈。哎，我去，那有敌人。麦克劳，你快！麦克劳，你快！拉我，拉我，拉我，快拉，快拉！拉，拉我起来，我给你们个替。哎呀，竟然不能透！那可能拖住他吧，我去拿油。我保护 Indy。等一下，等一下，我血不多了，我要给他来口血。嗯，拿油还不卡。麦克，你去保护黑狐，来了，我保护 Indy。我已经马上要到了。OK， 正在加油，一路灌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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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啊！我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个二级的那个快速换弹，真是太恐怖了，换弹速度加一。嗯，哦，我不是二级换弹，我是另一个血量增强啊，没了。核弹狂魔黄仁勋在此，OK， 然后干什么？敌人会疯狂来一波，要守住。我先修好，我先。好的，核弹狂魔自杀了。我来救命啊！别玩了啊，手枪三级了。哪跑？哎呀呀呀呀呀，好疼好疼好疼。OK， 好的。啊，收回来了。还是很不错的，平静，不错，确实不错，战术果然靠谱。不愧是救人。这个主要是我跟你讲，这个主要是已经提前知道打法了。第一次打不知道的时候，完全不知道灌油，就一直在守，一直在守，一直在守。等发现要灌油的时候，当时就一个人去灌油，死那去了。一完之后又去了一个人，又死那去了。完之后剩下那两个人就开始。Okay.就开始那什么了。那么这关，好的，过关了，这张就完成了。嗯，我们下一关继续、哎、看看最后的战绩。我就完全就这个小镇有三个口。啊，果然咱们一般都是那个硬攻的。你的意思他会和那个 Far Cry 2一样有三个口吗？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多人联机模式其实是有潜入型的，如果咱们潜入进来杀掉额定的敌人，而且没有被发现的话，他们是不会出现援军的。好、但是你们放心吧，我玩这么长时间几乎没几次潜行成功过。哎呀，我 RPG 轰到自己了。 You will be okay. 这面前有个杆子，我哪看得见？这么粗的杆子。搞定了，我搞定了，我搞定了。只要是菊花进不去的杆子，那肯定能看得见，看不见肯定是你眼瞎了。这个就我想换枪，我想捡敌人的枪都捡不了，他们都是 AK。 哪个到后期才会遇到那种正经八百的雇佣军呢。来好嘞，好了，后面呢依然是一个小任务。我掉水里了，
好吧，剧情是给我拉上来了。哎，好像每次一下子就开始有个小游戏一样的东西啊。总共六关，每关都有小游戏，小游戏每次玩法都是不一样的。啊，不对，玩法都是一样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这关跟那个狙击关一样，也是比谁杀的多，只是咱拿的枪不一样。拿自己的枪哦。嗯，怎么拿这玩意儿？不是，马上应该。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枪？你们俩脚架就好像已经架起来了一样。reload 啊，这枪换子弹太慢了，省着点用。好吧，我也换子弹了。第二，最后一名还是麦克。 I have reload. reload那是因为我 bug 了，我现在的准心没了。哎呀，我其实很想说，手柄不好使就不要再找理由了嘛，三次小游戏都不行。好吧，那个，哎呀，三六零手柄我就不要。我估计我应该跟你们说一下，我以为你们知道呢。爆头加的分加的多，哎呦我天！我知道啊，但是这枪实在不好爆头。好吧，陆辉，你已经比我还要高一半的分。这一关我最高分数我打过174，就是那个我建主机的时候。另外这一关也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你拿着那个这个枪当做你的正常武器，而且给你的枪加了 mod 的话，那么也会影响到你手里这把枪。也就是说我的枪然后到时候会有 mod 对吧？就是说到时候你得到这把枪的时候，你给你枪里加个比如说加快换弹速度的 mod， 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枪换弹的时候速度也会变快。好吧，我不知道这个 bug 那个消没消除。同样的道理啊，同样道理适用于所有小游戏里面的所有枪。手雷？怎么还有人手雷的？敌人是可是会还击的，又不是说他们都是靶子。对呀，很明显啊。这次打的还凑合吧。103分，好恐怖，要命。没事，只要麦克老师倒数第一，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什么意思？这个？因为只有你用手柄啊，我们俩都是鼠标党。但是说实话，手柄的自瞄准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整个过程中特别的棒，而且震动感也是很帅的。这个只能说看这个游戏对于那个手柄瞄的加持程度有多少。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我只要摁 LT 键，我的那个准心就会锁到敌人脑袋上，然后我只要摁一下 RT 键就可以爆头了。大概是这样。我还是用这个带 ACO 这劲的这个枪吧，因为我没别的枪可选了。牛犊啊，我尝试一下牛犊，不过毕竟能好使，这关地形其实也蛮大的。
我们为什么上来把吼都用了呢？太奇怪了。啊、我没有用啊，明明是你们两个用的，好不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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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 了，这是 this is the wrong way 啊啊啊啊啊！好，万幸，这个好歹还解开了，有时候解不开了。前面有人，你的弓弓弓弓弓，你不会没带弓吧？哦，带了，我带了。小声啊！我找那个 fat guy 呢。One there, keep this enemy cover. Rocket, take him out.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弓上面带火，一射还是会被发现的。在这儿，在这儿。大爷的！我勒个去，带 RPG。哎。啊，好死了死了。嗯、啊？没死啊，烧死了烧死了。啊，好了，这是 OK， 烧死 了。刚才我射石头上了，我说的吗？你们谁枪比较远？在那个废弃的船的最顶层有 RPG， 我打不着。我来。他能打着我。搞定了。我带着红点的那个，我带着那这关我应该什么带点地雷的忘了。是不是又是还是老规矩？对。敌人会从那个这艘船的前左侧和右侧两侧过来。嗯，给了咱们一个绳缆的这个。那是逃跑的路线。Here we go.牛犊好用吗？话说，没有野生动物不幸福啊！哎呀呀，我忘了这个游戏没有跳杀了！哎呦呦，我忘了。啊，救起来就行。Corp 模式是没有跳杀的，哎呦。哎呀呀！我来了，后哪来人了？起来个 T 啊不啊对，起来个 T。我知道，起来给自己吼一个。那个战吼是除了自己以外人都能加，就是自己要受到那个，那自己要受到 buff 的话，必须得有别人吼。啊！哎呦我天哪！黑狐，你用点正常枪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比我 AK 还要好用点了，好歹不限子弹哈。不给你 AK 升级的话，你怎么可能得到好的那什么呢？来叫 please。你们守住。嗯，怎么了？我先跑了。你大爷！哎，从哪儿跑？对呀、啊，教练从哪儿跑？顺那个箱子爬，顺那个箱子爬上去，上面有个地方可以那什么的。上面有个地方有个 zipline， 顺着那个 zipline 跳过来就到我这里了。我似乎
你们加油，我等你们呢。我没找到。教练，箱子呢？我跪了，在箱子顶上。那你怎么爬上去的？那边对面。等着吧，他已经激活了。我不救你了。好吧，这样啊。不是，我到现在我是这样。好，那搞定了。不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上去啊。对面绕一圈就可以上去了呀，从那个箱子边上摁，爬在箱子边摁 ready 我也发现了，在箱子边上他提示我了，要我摁 A， 所以我就上来了。 Alright， 你的 A 是跳跃还是攀爬？我的 A 是跳跃。用燃烧剑的话不能打潜入杀，让你不太懂。哎，我去，这种近战的话很有 Far Cry 1的感觉，这个地形。对，OK， 我的 AK 升了7级。 Congratulations。Back。 我看着他刷出来的，我晕。是刷出来这个人还是？一到十级很好升，但是这怎么会有一个火箭？这是一个。首先找到地上的那个这种那个火箭弹，之后放入 rocket launcher 里。我们是要炸那个船吗？We must use it again. Find rockets. Explosives here. Watch it. 好了，再找到另外两个。不要分头去找啊，咱们一次找一个，一次找一个，这样比较安全。走啊！黑狐吗？啊，要走吗？我以为要在守。你过来呀！咱们肯定要。一个人拿那个就是拿那个炮弹，另外两个人要守着他。有狙手，狙手，狙手，狙手。哇，好恐怖！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先去拿了。你拿，我们来保护你。OK， 往回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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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拿。哇哇哇哇哇哇哇！没事没事没事，我引着呢。那个，我问个问题啊，咱有子弹吗？子弹就在那个放那个火箭炮的地方，那个所有的补给都在那儿呢。我知道我为什么卡了，你们拿行吗？我只要一拿东西，我就会卡。你可以按E给撇地上。对，立马流畅了。我来接，我来接。难道是这点物品建模会拖卡你的显卡？不应该啊。不能啊，我拿一点是没有、啊、说你的显卡，哦，你的显卡是不是过热了？在这种状态下。果然啊，黑狐牌烧显卡。第二发。黑狐牌烧显卡是有历史的。这次是 GT 六四五吗？这次是。六四五 M， 谢谢。该烧还是要烧的。啊，我们不关心你那个显卡型号的数字，我们关心你烧了多少个的数字。我想想，从 X 三百 ，IBM T 四十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走八十度的路线了。当时还是个 T 四三笔记本。IBM T43P 是超三百，我印象中。我不知道 T3 不是也有。来帮忙了，来帮忙。OK， 四面敌人。然后那个超三百可是独立显卡。对啊。OK，double kill。扎个针，我给自己扎个针。
OK。看见那什么没？看见那什么没 ？Enemy, I am reloading。捡了，赶紧走，拿下，这边有炸弹。那可拿下 ，I'll cover you。撤！走，正在走。哎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混蛋！为什么打我？我后面跟了一个人，哎，对，搞定。我一剑尖从他裤裆底下穿过去了，这。回头，神人品，我在扎针呢。把这枪打出去。好的，打出去了。哦，这到底是火箭弹吗？这是二战时候留下来的专门打船用的东西。好吧。嗯，这有弹药，这有子弹，您不补一下吗？好吧，来继续说显卡啊，8400GS。好吧，那是显卡门，那块显卡烧的是有悠久历史的，今天没有活下来的这块显卡了应该。然后油，就在我手头上，我还给他换了一次风扇。你确定你到后那是 NV 点当时是因为无限宅出了问题？我哪知道呢？月刃鳞片大丧尸。哎，101，先等一下，先不要说话。没事，那个我们只是在录视频而已。哎，我们只在录视频的顺便撤。哎，这是最后一次更换武器啊，这后面就是大决战了。我没法选，本关的这样吧。然后想想啊，8400GS 当时还在打，你多弄几个武器 mod 呀、啊？已经，我这次就没别的选了。那个东西。后面那你选默认的呗。GS， 我游泳了，我们要游泳。从边上通摸上。这边是不是？没射着，好了，射到了，还有一个，好的，刚才应该先威一下的，8400GS 用完了之后是 HD4650 吗？继续游泳，继续游泳。这游戏有一点设定蛮真实的，就是在水下没有办法使用战壕，因为在水里不能张嘴嘛。噗，2-3-3，好吧。HD 4650还是 HD 46什么什么？哎，来，不是我的意思，这些卡都被你烧掉了吗？啊，来一针，来，好的。哎，没人跟我吗？来，我继续看你们两个来。足够多哦，针足够多的话，六个 buff 全能扎上。4650好像用完了之后，没有人要我的针吗？一来，我给你来，你过来一下吧。别把针举起来，你要是要那个要换针的话，过去跟人家对话一。好吧。没人要我的针吗？麦克来给你扎一个吧。好，行。我表示我打上两个针足够了。再说吧。来，我跟你说，你要个什么的？我扎三针了。医疗行吗？不是，你扎的是给你自己的，我给我自己扎什么你是看不见的。好吧。三个 buff 了，爽。我这就一个 buff。哦，对，你给了我一个，两个应该是。Multi kill。Enemy there. Alright. Multi kill. Last shot. Sure. Sniper, remain low.Sniper 太远了，我的枪的那个射程到了，已经搞定了。我已经搞定了 ，AK 可以做到。
实力。诶 ，Triple Kill， 把这个爆炸物排除掉。What the hell？ 你面前怎么会有一个？那个面前会刷敌人，这点很奇怪，就是在我眼前就刷了。这个 sniper 我搞定了，离我太近了。Nice，there is the entrance. Let us finish here before we go.我想想啊 ，HD4650 用完了之后，我是用的什么显卡？是用完了之后是。我们不关心你用过什么显卡，我们关心你烧什么。不，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所有的显卡没有低于80度的。重点是，这你是什么人品，能够把所有显卡的体质都弄成这样？然后 ，GT240。最高温度啊，当时还是玩的。小心啊，小心有敌人，小心有敌人啊！知道。Hello， 他。漂亮。我进去看一看啊。有喷火器。I am near empty.喷火器可以让敌人没有那个还手之力，说你可以上去补一刀。不过呢，加你上也着火了。是的，咱们要不要扎一针？来来来，麦克老爷，来扎一针。后面是大决战了，别在这儿扎，等咱去前面扎。这关你们俩打过了吗？没有啊，肯定是第一次玩了。我没子弹啊，求助啊！我也没子弹，捡敌人的。不，这是最后一关，肯定是有补给的。过来，我给你们简单布置一下战术，因为这块特别特别难了。好吧，这难度就因为咱人数不够。先别着急开啊，这关主要是咱们打开了这个那个拨盘那个绞盘呢，把那边那个引擎给拉过来，所以说咱们要保护这个引擎一道。但是这个引擎在拉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没油，没了油之后会随机在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刷个油桶，之后呢咱们需要有一个人去把油桶拿来，完之后再倒入这个绞盘里面，在那时候呢就需要一个人拿油桶，一个人保护拿油桶的那个人，另外一个人保护引擎。原来四个人的话就是两个人保护引擎正好够，咱们三个人的话那就很吃紧了。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爆炸物在我站的这个位置是爆炸物，补充弹药呢是在这个位置。嗯，我现在这个位置补充弹药，你们一定要记住，到时候可别抓瞎了。那我就在这保护你行吗？好的 ，check。敌人除了不能从海里来以外，其他地方他都能来。先别着急扎针呢。Over here, you know you here. Something to make you strong. You do not understand. You need this. What do you got? Here. Thanks for the hit.再来一根吧，来来来，谁跟我来？再来一根。我这还有一根，我还有一根。来我这，为什么这个针一下会扎两个人呢？太奇怪了。我还有扎针，我扎针扎升级了。我这边地上还有啊，我这边地上还有。Glad to be of service. I like this.哇哦 ，buff 略多，三 buff， 哎不，六分怎么就俩 buff？ 开吧，咱们。我这还有一针呢。OK， 再用一下吧。开吧，开吧，开吧，开吧。开了啊。